加油加油！一号选手开始，加油！你最棒了，季科老师，加油！哇！我别没杀兔子，把那板子给撞了。哇！这招不错呀，这招啊，不是，哎，张继科，你想干嘛？称体重吗？进来？不是，他这不平，我可以，哇，你这招真的是可以，哇，这还挺多的，你别说，张继科资血成绩0.8千克，可以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重要通知，哎，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获得比赛成绩，我们给大家设置了一个惊喜盲盒区，在大家完成资血动作后。可以抽选盲盒道具，利用道具铲雪称重，比赛排名取积雪的最终重量排序。是这上面的格子吗？每一个格子都是我们的一个盲盒道具，一共7个。好的。哇！给你去选盲盒。要选盲盒，选盲盒。这怎么弄？戳一个洞。然后用这个装雪，是一个蛋卷，说装这雪啊，多装一点，多装一点，还能弄吗？可以啊，它也没有限制说不能往上走啊。弄球，对，弄球给它落上。对呀、啊，哎，别掏出来。不是，我给它卷个球，弄个球，一个球一个球一个。哇！你哎，装个球呢？哎，这卧底导演，他把杯子弄碎了，装个球呢？对不起，弄碎怎么装？等等，王爷，你把我道具给弄，别放在上面，放在上面，它只是一个概念性的容器，可以用手吗？你只要这个还在里面就行了。我想帮他弄，这一下给挤碎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够了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帮他，龙哥？你们是不是两个皮皮？皮皮在帮皮皮。赢的人就是皮皮吗？对呀、啊。为什么？那你为什么要帮他？大家不是为了拿线索吗？那你帮他，你们俩是一对的。因为我知道我可能没有办法拿到最多的呀、啊。这叫让别的皮皮、啊。帮到朋友，他也可能会告诉我一些线索。啊，龙哥，你是皮皮。龙哥在帮助季科老师。对。可是我每个人我都帮，那怎么办啊？他们三个皮皮我已经看出来了。线索是蛋卷吗？还没有。要赢的冠军才会有线索。哦。张季科铲雪成绩0.8千克，最终成绩1.6千克。Sorry。龙哥和季科老师是一起的，然后两个女生肯定有一个人皮皮，未必是皮皮。我真的是乖乖，自己说自己是乖乖，谁我也会说。那我真的是乖乖、啊。我们说我们是乖乖，你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你们是皮皮。接下来有请第二位选手王彦霖做准备。第二个来，我来了，加油，加油。他上这个坡，其实从理论上来讲，他是会有更快的加速度，对，他会有更大的冲击力，然后让他可以把雪冲得更多一些。更高哦。好，我们第二个王彦霖出发了，这个起步看起来是蛮稳的，而且很直啊，这个线走的。来了！哎呦！张继科，你想干嘛？称体重吗？进来，称体重吗？进来，漂亮！哎呦，破坏道具，漂亮！彦霖哥，全在垮掉，太好笑了！破坏道具，你怎么破坏道具啊？皮皮，对不起，没事吧？对不起，没事。王彦霖，资血成绩0.21千克，赶快去拿盲盒。我拿个盲盒，挑大的那个吧。OK。拆盲盒，挑哪个？这个小的，这个对，你不大的吗？大的不行，装的多呀。龙哥，大的不行。对，好，对。哦，喂，是不是可以？这可以，能装多一点。搓澡巾，对。
对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这个还不错。对，哦，这是封死的。哎呀，封死，你给把它打开啊！那你就盛在它上面不就行了吗？你就这样拖着不就可以端吗？可以可以。哦，哎，龙哥帮了所有人，谢谢龙哥。这也是你的脾气队友是不是？吴奇隆老师怎么每个人都帮啊？他为什么这么热心啊？难道他是乖乖？我觉得他是皮皮啊，他这个行为。你就搭着，不，你把它弄弯，弄弯，弄弯，对。我觉得应该给他放不弄。哎，你别把其他洞给压破了。好，好，好。可以这样，可以放那个放块上面。家庭主。你一直在捣乱吗？OK， 放哪里？放下边。啊。王彦霖铲雪成绩0.39千克，最终成绩0.6千克。可以。下一位。林一老师，我。林老师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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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我是皮皮队嘛，我下午就想拼了，对，就一定要拿到第一。林一加油！林一加油！来来，看林一，林一，哦，来了，撞过去，撞过去，很拼命啊！哇！哇！哇！没卡着。大哥，你这歪了呀！成功的吃在了外面，是不是没？一定要拿第一！完美的送到旁边，非常的漂亮呀！呀，这里面怎么空空如也呢？没有没有 ，baby 有，你看，哦，0.1。林一，林一，你的重量跟你的名字是一样的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零一零一，1.9了。哎，你的脚拿开！哦，真的是零一，真的是零一，所以我还铲进去了一点，没事，还有机会呢。我就拆最大的，拆这个，行，龙哥拆最大，弄吧。我觉得他一定是陷阱。他大格子肯定是大道具嘛。我觉得他可能这么大，然后放个重点的东西。你试试呗。烧水壶。哇！可以，从下边最下边抄，最下边抄。这怎么可以啊？不用，下边抄。哇！做人不要太贪心哦。应该不会，这个应该是可以的。可以。哇，羡慕了。哦呦，这太 bug 了。哦呦，哇，这太 bug 了呀。可以啊，你看吧。我就希望林一不要是皮皮，他要是皮皮也就完了。多少？2.1。不是最多的吗？哇塞，你这个太狠了。这个太狠了。我以为是很小的。你这个太狠了。哇，这太狠了。你铲过来个雪山，一座雪山。我那个环节我只铲到了0.1克雪，但很幸运的是我拿到了一个最棒的道具，我稳了，无敌，这么大一个道具不会有比这个还强的这个道具了。接下来有请黄明昊做准备。加油 Justin， 加油。看那个，看齐柯老师，他刚才上完厕所回来，一直在这个思考。齐柯老师，你现在偷笑，我们也看得到的。我太老了。他在偷听我们。我已经知道了。你是乖乖，我是乖乖 ，Justin 是乖乖，其他三个都是皮皮。已经被我猜出来了。你们三个不要再掩饰，你们三个就是都是皮皮。我们三个是皮皮，怎么了？
好吓人啊！你威胁我们？你是皮皮，你就是我就威胁你怎么了？你就是坏蛋！我就是皮皮，怎么了？你就是坏蛋！救命啊！别打了！怎么了？哎呀，碰瓷儿！碰瓷儿！你推我！你推他！我也推你！七哥，你怎么推他？你怎么推他？你怎么推他？你怎么你？你为什么推他？导演，他们打擂皮。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子伤害他？别！为什么？别！这样没事。怎么欺负小孩呢？怎么回事？他们仨一组的肯定皮皮。我不玩，你们三个皮皮。皮皮虾组合。